件仿制的青龙挂在了白玉树院，就把他们吓得半死。刘可和为了守住这里的奇珍异宝，当真是煞费苦心啊。这塔若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百年前封存这座塔的人早就应该把这些金银财宝给带走了。算了，别追究了，还是赶紧找到业火藤母藤要紧。王小宝，罗摩殿，不是同一个，形制却一模一样。这尊应该是百年前跟齐乐塔一起封存在此处的。你看，这地是破的，但牡丹可在里边啊。喏。你看这具男尸，眉心当中有个洞啊。还真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夜火藤呢，吸食血肉，尤其是人的头髓。你想，这鼎都已经破了，那么母藤苏醒之后，便要寻血吃肉，所以母藤就在这个人的头髓中。不见魔僧。多谢你们的帮助，武藤我拿走了，你就在这极乐塔中往生极乐吧。糟了，武藤被抢了。哎，等等，在顶里呢。啊，刚刚我见门外光影交错，所以故意只说了一半。武藤爬出来吸了这男尸已经几十年了，没得可吃之后，这个母藤便会回巢休眠。罗摩鼎就是他的巢，你打开看看。还真在里边。此事怕瞒不了太久，山谷道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母藤。李莲花，待会儿应该是一番苦战，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。苦战多少，现在东西都已经到手了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机会逃走呀。本事有这么多机关没用呢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。这样臭小子找到了，